这是背包客，他们在背包旅行。在中国，如果人们出去旅行，更多的人会选择带行李箱。行李箱。 有时候越大越好，好像我们总有很多东西需要带。但有好几次，我看到外国人，他们就背一个很大的背包，有时候鞋放不进去了，就把鞋绑在背包外面。我记得我在阳朔旅行的时候，就遇到很多外国背包客。 后来，我也尝试在旅行的时候就背一个背包，然后我就喜欢上了这种旅行方式。你呢？你是一名背包客吗？你喜欢背包旅行吗？